你好，我是郭玉良朱千青。针对你问的问题说，这个衣服上的毛线球啊，一条一条拉，一拉就一整条，那怎么办？其实很简单啊，我们这里准备了一件衣服实际来操作看看哈，就一个打火机，最普通的打火机就可以解决了哦。看啊、哦，这样用火这样烧一下，一压一下就好了。不，刚才着起来。哦，这样就好了，小心着火嘿！再来一下哦，再一条，再试看看哦。这样压，哦来，一条，这样再压，因为它受热啊，它这个都有塑胶纸啊，受热它就粘在一起了。这样子，哎咻，哎呀，差点着起来了。OK 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如果再有衣服这样子有起的毛线了，应该这样就可以处理掉了。好，谢谢大家哦。我是朱先生郭玉良哦，请记得分享订阅哦，拜拜。